沙打福七，地道闹爆始做戏。佢又原来都唔系因为身体唔好或者唔舒服要退出啦，只不过系一啲扭计吓，有啲玩紧啲少女脾气。我原来扭计可以拣戏拍嘅，原来谂下计就可以违反呢个合约精神嘅，咁啊惊呢样鼓吹到呢个风气就入我啦。哇！寻日前度讲起加拿大复出，仲咁老气。看嚟当日闪退拖累佢对夜蒲衫，但系仲未落到吧？我对渣男就冇乜感觉，但系我反而觉得思念池就有啲冇诚信咯。喺我面前就话如果佢翻嚟，我就蚀佢几年啦。咦，听落有吉吧？最唔开心嘅系因为当初系一餐晚饭，佢自己向伍健同监制卢瑞智子话要拍噶嘛。咁其实又有啲奇怪啦。不用奇怪，有什麼留下下個星期記者會問他吧。不過聽說加達下月復工就有公開了。咁的而且確我是有部戲呢，在他退出之前至已經籌備，咁就好希望他是做女主角的。咁希望他如果真係復出的話，就做得開心，同埋就事業順利啦。阿澤仲提佢要做好心理同生理準備，即係減肥啊。仲有，叫达达万一要退出，记得提早通知啊！